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参加我们速发布的媒体查叙活动，希望透过今天的媒体查叙活动能够让在场的各位记者朋友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速发布目前推动政策的重点以及未来的施政蓝图。现在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速发布大家庭的团队成员。第一位要介绍的是黄彦南部长，政务次长兼发言人林怡静次长，数位产业署吕正华署长，国家资通安全署谢翠娟署长，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何全德院长。各位记者朋友可以将你的目光移到我们会场的后方，今天我们60的长官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数位策略师蔡寿全师长，大家好。韧性建设师郑明忠师长，大家好。资源管理师牛信仁师长，大家好。数位政府师王成明师长，大家好。民主网络师庄盈智师长，大家好。多元创新师陈怡君副师长。谢谢今日出席的六师两署医院的长官。现在我们请速发部的大家长黄部长来说几句话。谢大家今天的到临，我想这边有一些大概都以前都有见过面，算是那欢迎，就是欢迎来发布。那但我上任是5月20号，到现在才一个礼拜多一点。那当然对我来讲，很多还在熟悉跟了解中啊。那我上任的时候，但我花点时间去了解我们的未来国家的要做的方向。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也很重要，就是当然希望说国家做数位转型哈。那数位转型，这个是有点 echo 是吧？好，那调声音，那个有点 echo 哈，那个是太稍微对，但是那个这样子有点可以吗？我会听起来有点好，没关系，那个。就是我们要做数位转型，那我大概讲一下我基本的理念，我想让大家很有兴趣。我在前职在媒体也有这样的这个表现，我就表示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做数位转型，那我们第一件事要做就是我们要有个数位，就是基本上我们要发展数位经济。因为为什么要数位转型，就是我们希望让我们台湾的经济从传统的制造业啦这些经济啊，慢慢的要走向数位经济。那走向数位经济，其实要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当然这个要有一条我号称的数位的经济的高速公路。那数位经济高速公路，这个当然这个要怎么去规划，怎么去维运，怎么去管理啊？然后技术的发展，都需要各部会一起来合作啊。那甚至于民间的公司，所以在这里面那时候就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当然就我想这也是速发部成立的一个目的了，就是说希望我们在规，就是我们可以统筹各部会一起来规划这条数位经济高速公路。那这条数位经济高速公路里面，当然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建设面的，建设面包括就是说通信方面建设。那通信方面建设，我们必须要考虑说这个建设不能够因为天灾人祸或者是一些攻击，然后就断讯了，所以会考虑到韧性的问题。所以数位经济公路一定要有这个韧性，而且速度要够快，就是说大家在上面交换资料或跑资料这个数位经济高速公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要运送的东西叫资料，不像一般传统的高速公路，传统公司高速公路在运送的东西叫货物或者人那在数位经济高速公路在运送的东西是资料。那我们知道资料就是未来的所谓的黑金嘛，就是像金一样就是石油，所以怎么样善用这些资料，怎么交换这些资料，怎么去使用这些资料，就是将来数位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建这条高速公路，其实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资料上面流通很顺利。但是就跟我们那个传统高速公路一样就说这个传统高速公路像我们现在传统高速公路是由交通部来规划或者是传统的运输系统，但这里面包括传统运输系统，它同时交通部也要规划，比如说它要铁路铁路就有高速铁路跟一般的这个台铁，那当然它也要公路，公路有高速公路地方的公路，那这整个也是由交通部统一规划。那规划交通部规划这公路，它一样要定一些游戏规则，比如说这个车子
在上面城开多快啊，那哪些地方可以停车，哪些地方不能停车，这个当然是要由交通部来规定啊，速度啦，那但甚至包括车子大小，你车子不能太宽啊，不能超过，可它如果一条公路画了三条线，你的宽度不能超过一条线，像这种基本的规则它会规范，那你如果上去没有照这个规范，你就会受到罚款，类似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一样，我们在数位经济高速公路会给大家一些，比如说你必须要做到某些基本的要求，在上面交换资料才能够顺畅。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就一样跟一般的道路一样，就开始可能有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不法的行动，比如说一般公路上面你有可能有比如说就说有可能有这个违规驾驶，那有一些是这个违规的路边停车等等等，那这个当然是交通部要去做处罚。但是有一些违规是要各部位一起来合作，比如说在这条高速公路上面如果有人发生抢劫案或者是这些犯罪的所谓个人犯罪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犯罪，我们不会打给交通部，我们是打给比如说警政署或警察，由他们来抓这个犯罪的人，像类似这样。或者说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如果有人上面在烧，在旁边在烧稻草，然后造成这个公路视线不明，那也许这时候你会找，也不是找交通部，是找卫福部来处理这个所谓这个造成环境污染的 source 根源。那一样，如果说在你的马路上有淹水，那你待会找到当地的水利局或者是这个我们的什么环境部来处理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在这条路上面有一些事情是交通部可以帮忙，有些事情是回到各部位去处理，但是这基本上要让这整个运输系统通畅是各部位一起努力的结果。那这是我用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今天数位经济高速公路也是一样。今天这个高速公路我们在维运在开始在规划，当然这个将来现在走4G未来5G甚至于卫星通讯，甚至于所谓的微波海底电缆各样我们都会引入，但是为了它的韧性，但是一样在这条公路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出现一些违法。那违法就是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像什么像这个诈骗，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因为这条数位经济高速公路可以对取到很多人，然后可以接触到很多人，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很多不法集团会利用这样的一个连线就开始做一些不法的事情。那不法的事情当然这个我们要有一些规范来处理。那一样不法事情看它是，今天不法事情如果是跟卫福相关的我们通知卫福部，如果是跟这个比如说跟这个这就是看各部位，如果是今天是有犯罪这个就是我们就通知像内政部等等等比如说钱我们就通知金管会像这样的话一样。但是我们在前面会有一些侦测，就是说希望有一些侦测能够侦测到这个可能的不法的讯息或者资料，我们能够很快速的通知相关部会来做处理，这是第一个目的嘛那当然就是在这过程中才会我们数化部才会有一个提议，就是我们将来会建一个打诈查询跟通报的系统，这个我想在媒体上可能各位都看过，那也就是希望有这样的系统我们可以很快的通报，让民众可以来利用这样的系统看到一些可疑的诈骗，然后如果我们确定这个讯息可疑或者是说不确定可疑，但是我们希望这个相关的单位能够帮我们验证它的正确性或者它的可信性，我们就可以帮忙处理，那民众很快的能够比较安心去相信或者使用这些讯息所送来的资料。那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大家讲说第一个工作就是刚讲为了建设数位经济高速公路，第一个发生的事情现在大家看到最多就是诈骗嘛。那诈骗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要提供一些入口服务的方式让大家看到不是，就说这个昨天在立法院也问到说那个165的差别，我想165很多时候是已经是被骗的人，或者是说他已经是确定这是一个诈骗，就民众已经决定这是个诈骗来去报案了，跟我们这种你们如果觉得不确定想要查询稍微这个在层次上又更往前了一点，但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就说我们这样子为了这个让这个这个能够在上面有些不法的行动，第一个当然是我讲的诈骗，但以后我们还会处理假讯息，因为上面也可以流传很多假的讯息，这个我们也要处理那第二个刚刚讲就是说这个高速公路数位经济高速公路一定要韧性，它一定要够安全，就是说今天不要因为天灾人祸，但来个大地震，或者是因为网络的攻击，或者是实体的战争的攻击，造成这个网络就断讯。那为了做这个防护我们当然就要设计这个网络，当然这也是各部为大家一起合作，结果国防部、内政部，我想各单位都会一起来协助，
就让这条高速公路能够数位经济高速公路能够不管是天灾人祸或是攻击，我们都能够保持它至少某种程度的畅通性。那当然我刚才讲说建这个目的，数位经济高速公路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数位经济。那数位经济其实在过去我们这几年，我刚才讲说过来我们国家经济的希望就是我们转型，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走向数位，因为将来跟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就会走向数位化，然后赚钱的所以毛利最多的或者是这个提供服务最重要的这个将来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家都要靠所谓的数位经济。那数位经济里面当然所谓数位经济这边定义像我们但数位经济很广啦，但是在我们数发部目前所负责的这个事业群，事业就是包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这个一个是软体跟软体服务业，那这样这个我们过去都有成长。那软体跟软体服务业也是我们一直都是一个重点。那当然就是说软体服务业我觉得现在一个机会就是如果这些软体跟软体服务能够结合新的技术，像 AI 然后像资安各方面的这种技术，因为这个都是必须要有的，在未来数位经济必须要有的技术，如果能够整合进去，然后再更重要的是能够跟硬体整合，然后比如说软就上中下游整个垂直整合，那这样的话会是台湾的一个机会。我们台湾的硬体就很强，在我们传统的经济里面我们就很强的硬体，只是加上 AI 加上软体它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那就是它的市场就会扩及到全世界，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啦，就是说是 AI 是的确是我们这个台湾应该要积极发展，因为 AI 的成长会是很重要，但AI 之后就会有治安的问题，它就是很多所谓信任的问题，那这个当然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所以结合 AI 跟治安，如果我们把这东西用在软体，用在我们的另外就是说用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电商平台啊，对电商的服务，或者是一些像这个网络的广告的平台的服务啊，那甚至于是游戏电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网络游戏的服务，这样的话这整个的成长应该未来几年应该要非常快。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成长，我们台湾经济是会值得担忧，所以我不管怎样，我们希望建完这条数位经济高速公路之后，我们在数位经济至少在我们看得到的数位经济的发展当然就会快很多，但这会带动很多其他的数位经济的发展，像FinTech 金融科技啦，各方面都会因为有这条数位经济高速公路大家都会蓬勃发展，那至少在我们看得到的这一块就是我们目前数发部所这个管理或者所提供这个监理的这一块的这些事业，我期待就是会有很快的成长。那当然我们也开了一个目标，我也跟我们的同仁像数产署还有我们其他的单位讲说，我们至少要定出个目标，在两年之后我们那个目就是一定要破兆，这是一个数位经济，如果你两年没有利用 AI 跟自然技术让我们经济能够破兆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值得担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努力的目标了。简单来讲我当然就是讲，那但回到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是跟产业的这个数位转型相关的工作，那再下一个就是说那我们政府怎么办，那政府就一样，政府我们一样导入 AI， 所以我希望我们电子化政府，我们其实台湾的从我以前在美国或北台湾都注意到，其实台湾在电子化的发展政府了实际上是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各位如果看了，我们如果做过刚我们还在报税嘛，我们网络报税，这个其实网络报税我们这么好用我全世界是很少看到，这个我们真的是整合得很好，我们的电子发票然后很多这样类似的服务就是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了，那当然在下一步我们的说就是所谓的电子政府电子化政府或是我们未来的所谓政府的数位转型，当然要导入 AI 的技术，那 AI 技术可以让我们的效率更好，比如说工作就是这个政府的效率更好，更亲民，也就是说它的提供会更适合民众的需要这个也是我在很多地方包括县市政府各方面，因为我个人也在过去两三年担任我们这个国发会有个政府服务奖，我是他评审，就主审了，所以我看到很多在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在利用 AI 做很多服务，不管是急灾，不管是救灾或是在这个医院或是在这个交通都有看到利用 AI 已经在逐步在改善中，那这方面的服务当然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 AI 一直在进步，所以我们的效率会越来越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AI 一定会进入政府的服务，那为了让一般政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工作的人能够导入这些服务，我们对政府的目前的这些人员就是事务官或者是政务人员
我们当然希望他们有些 AI 的基本技能，所以我们会在全国里面慢慢的去推广 AI 的技能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训练，就让这个我们的至少每个人至少知道 AI 是什么东西，有哪些工具可以用，这样他在工作上如果说他遇到什么困难，他可以想到说，哎，我有些工具我可以用，而不用是自己从零开始，或者是就束手无策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政府导入 AI 也是下一个目标，那希望利用这样子来造成 AI 的服务，我们政府的服务based on 我们过去20年的这样电子政府的一个基础，能够做下一步的转型，就是更智慧化导入 AI。 我大概花了多点时间介绍一下大概我的一些基本的理念了，那当然我们很多细节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我们就可以说整个数化部的主管都在这里，那他们这个很多的细节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他们也可以再给各位更清楚的答案哈。大概就这样子，我是不是下一个事情大家交流吗？还是好，那我就坐下，大家不用客气，就是我们比较随性一点，我个人是很喜欢跟大家 social 了，所以你大家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以前都认识嘛，甚至高不有几个都曾经这个不是在就是比较自由的地方啊，比如说在有些社交活动都有遇到哈，所以这个我个人是喜欢交朋友了哈，所以各位如果这个比较不用那么有什么都可以，然后甚至于大概换名片以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啦，有什么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我。我今天的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以外，我当然也是 open，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然后我也很希望跟大家多交流，然后大家能够彼此能够也听听，借由各位了解一下一些民众的想法啊，大概是这样啊。好，谢谢黄部长。现在我们进行意见交流，预计30分钟的时间。想要提问的媒体朋友，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数位部某一项政策的媒体朋友，麻烦您举个手。在提问之前，请您说一下自己的媒体名称以及自己的姓名。好，我们现在开放提问。好，我们现在请OK， 我们请 IT Home 的记者。部长好，大家好。我是 IT Home 的黄燕芬，我有两个问题请教。第一个问题是，目前各国积极运用 AI 改善政府对民服务公务机关，提升公务机关的效率。去年行政院也通过国科会研拟的行政院及所属机关使用生成式 AI 参考指引，然后在上一周的行政院院会，国科会也展示台德的成果，然后卓院长希望公务机关采用提供便民的服务改善行政效率。不晓得像数位部身为政府数位发展的推手，如何协助推动政府机关采用生成式 AI 提高效率呢？目前是否有公务机关具体采用生成式 AI 或台德的合作案例或者是规划可以分享？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智慧政府推动的部分，之前，我们的前部长唐部长他强调的所谓叫做建构韧性，然后包括民生关键系统上云、非同步轨道卫星，不晓得在洪部长上任之后，相关政策的推动是否有调整，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政策或想法的后续推动呢？谢谢。谢谢那个，人家都以为你是我妹妹，就差个字。那个我大概那个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我刚才特别提到生成 AI 一定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啊。那生成 AI， 所以我刚才讲说为什么要给需要一个训练，就让大家知道这个一些技能 AI 的技能。这个 AI 技能其实在现在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生成 AI， 因为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的工作啊，因为它可以做很多帮你做 summary， 帮你做预测，帮你做一些文件整理啊，帮你做很多的分析，然后给你一些 summary。啊，这个都是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就知道有它这个功能啊。所以我刚才讲说，为什么要我们在公务人员需要要有个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希望大家都来了解，甚至 AI 可以干什么。但是，甚至 AI 另外一个问题是，它有幻觉，也就是它讲的东西不完全正确。这就是我们在担心的事情。就如果大家完全以后把东西只相信甚至是 AI， 那你可能它讲的东西你也没有能力去判断对跟错，就拿来做你的结论，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在数化部有一个计划，就是我们的评测中心呐、啊，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那个 AI 的评测中心，就是我们对 AI 出来结果，我们要有一些评测的方式跟系统来确定它的可靠性。比如说，当然有很多证据，很多都可靠性不能说根据你的训练的 model 有关啊。比如说，
为什么有台德计划？那台德计划是因为我们在用我们自己台湾的资料去做训练，然后出来东西当然比较符合台湾的现在的状况啊，然后我们用这样来做服务会比较符合台湾的现况或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所以会有这样的投资啦啊。那所以台德系统也会在我们评测中心，已经在用我们评测中心在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回答的评测的那个，就对它结果做个评测，就它可信度的评测。所以像这样的事，这样的是这个，我想这个会做了。那当然现在已经用在哪里？我刚讲过，我现在当那个做过好几届的国发会的那个政府服务奖评审，其实在最近都已经看到一些，就是至少在一个东西已经慢慢在处理，就是说你的客服系统现在智慧化，很多是用生成式 AI 在帮忙你做客服的这些资料的整理啊，不管是线上客服或是语音的电话的客服。所以这个很快就可以导入，而且他们回客服系统用这个生成式 AI 导入以后，他回答会第一个更精准，第二个更有人性啊。有人先说你可以把它训练成他非常的有礼貌啊，变成非常的这个体贴，所以就说这个你可以把它训练，所以你用这样的客服系统给民众的感觉会觉得很温馨啊，这个就是一个政府服务的这个效能的改变。当然我们看到将来还有生成式 AI 可以刚讲可以给一些建议，比如说用药的建议，将来也许这个或者是健康照护长照的建议，我想这些系统都很容易就导进来，都未来大概会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服务慢慢的导进我们的政府的服务里面。那这个第二个就是这关于这个卫星的问题啊，低轨卫星的问题。那个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说但这个细节可能任信司司长还是谁在补充细节，因为有 OneWeb 的情况，那个任信司，我们今天其实这个有一些活动，其实昨天也有问到这个问题了。其实没有错，这个低轨卫星一定是我跟你讲，就是说为了任性，我们一定要用低轨卫星啊。那低轨卫星的好处就是它因为它距离地面比较近，所以它通讯比较快，不像你在同步卫星或是中轨或是高空比较高空的话，就是它有一个delay 嘛哈。那在低轨卫星去这个，就是它通讯比较快，所以如果有机会，它将来可以提供比较宽的频宽，做比较好的服务。所以这个是很多国家都在做的事情啊。那我们现在已经跟 OneWeb 经过，好像是中华电信已经开始在使用大服务。这次在花莲的大地震就是用 OneWeb 的服务啊，然后但也发挥了一些效能。那至于说 OneWeb 这个或者这个未来的帝国卫星的下一步的进展，我不是请那个司长再说一下任信司。好，是部长，还有司长和署长。那各位媒体朋友，我知道我们其实昨天我们部长有说，整个700点的卫星的计划，我知道媒体朋友非常非常的关心，因为也是国人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那昨天我们部长有说到，目前为止到现在五月，刚刚说的由中华电信去跟现在的 Eutelsat OneWeb， 因为OneWeb 由 Eutelsat 去做并购之后，它的全名公司的全名叫 Eutelsat/OneWeb， 那星系就是 OneWeb， 就是低轨卫星这个星系，这700点。现在大家很关心它的进度。那目前按照 OneWeb 公司这个 Eutelsat 的说法，六月今年上半年可以开通提供服务，这是目前这个公司对外的一个说法。那当然进度上是不是如期，这个我们要看，因为我们看在四月三号，我们能够在花莲天祥能够送一颗OneWeb 的低轨卫星上去，是因为在关岛，在关岛的这个地面站有开通，因为涵盖都有，但是那个要落地要开通，所以在关岛是一个。那另外一个还有两个地面站在日本，南日本跟泰国，现在这两个部分 OneWeb 公司那边星系正在积极的跟这两个国家正在洽谈，因为建制都已经建制好了，所以这个目标是我们年底700颗要能够运转。现在OneWeb 官方的说法是上半年希望能够把泰国跟南日本能够开通，那我们这样子整个全部的我们整个国家700个星系的点位呢就能够开始去测试。我想先报告这样子，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再那个。好，因为我现在讲说这是验证，因为这是 POC 的验证，这个验证不需要通信监察，也不需要接近这个紧急电话。那至于
我们资源师这边他会有一个商转，多少年的商转，商转的业务各位可能都清楚，它的比较繁复的手续，我们是司长这边刘司长说明。是，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刚才那个郑司长谈到是有关 POC 的部分，他大概强调是有关于整个网络的数位韧性的问题。那我这边的话大概是提供所谓的商用的部分，就是一般民众都可以用的。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卫星大概最主要的几个地方，偏远地区船舶跟航空器，因为我国的这个行动网络已经非常普遍了啊，所以我刚刚提的这三种场域大概是最可能应用的地方。那目前在低轨的部分的话，已经由中华电信在来申请 OneWeb， 已经在本部已经在2月16号已经审查通过了。那接下来中华电信它就会到通常会申请移民计划、网络设计计划，大概就有一些审查的程序以后，那未来就会开放一般民众也可以申请。所以等于应该是数位韧性这边的话，等于是民众的一个替代使用或者是一个韧性的需求都可以使用。所以未来将来除了这个低轨以外我们在民用的部分也开放了已经有申请了所谓的 SES， 就是中轨道的卫星那中轨道卫星其实它的稳定度也非常高。那当然同步轨道卫星我们也持续在开放当中。那最近我们也在针对这个部分去做一个盘点，各位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预告，就是我们现在准备要盘点所有星系可能的落地的频段，那未来会进一步的开放，也希望所有的卫星业者都能够到台湾来申请。那我们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就是除了卫星低轨卫星以外，中国卫星它一样是各种路由，就是各种卫星我们都希望能够引入到台湾来。那这样的话不止我们技术上差异，比如说行网、物网、微波那接下来卫星，卫星中间也可以有互相的备援，所以等于是各种一直的网路提供整个数位韧性跟全民的数位服务。以上报告。好，谢谢刘司长。不知道还没有哪一位有问题要交流的？好，我们请台报的记者。部长你好，我是台报记者戴嘉文。部长，就是刚才有听到您就是在施政内容，对不对？所以想请问部长，就是您在施政上是接续前任部长的大幅的政策，还是说小幅翻新、大幅翻新，还是全面翻新？我想是讲就数发部成立才一年多嘛，从零开始，但就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想前面唐部长奠定很多基础了，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他从零开始，他已经我们目前看到这个几个部会，包括几个署的分工各方面，还有就是说目前的这个都是他在任年的时候就已经布置。那但另外一件事他做的，我觉得要给他 credit， 就是说他推就是在法规方面，比如说电子签章法过了嘛，那我们现在打诈专法已经在那个已经在就是说打诈。已经在过了行政院，准备要到那个嘛，所以也就是说他已经奠定了很多基础。那我上来，但是继续延续这个工作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说接力，然后去尽量去。那但是呢，当然就是说有一些方向，但是配合赖总统他要做的事情，但就是说不同的总统上来，他有他的目标。像赖总很简单嘛，就是我们要个 AI 岛嘛，他也特别强调 AI 这两个字。那AI 当然就是因为它越来越强调 AI， 所以我刚刚提到了很多东西都跟 AI 有关。那这当然是一个配合现在新的政策，现在有五大韧性产业嘛，这个也是新的，除了以前的5+2以外，现在五大韧性产业。那配合这个政策里面，当然有一个叫智慧岛，只有 AI 的一些政策，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强化了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总统也注意到，刚刚讲就是说我们过去这几年真的这个比较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发生，就是诈骗真的是有成长。那诈骗有成长，我们当然就是变成是一个重点，也就是这个东西两年前在成立的时候其实没有看到，两年后这个问题，这但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但是就是说大家一起努力去把这个东西阻挡。那这个阻挡的话，当然我们就变成数发部很多的工作去在这边多投入一些资源，多投入一些研究跟方法，刚讲包括一些服务来做这个事情。那所以这个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唐部长奠定的一些基础，我们延续就是他的一些方向，我们加深的一些现在赖总统想要推动的事情，我们在这边做了很多的加强，这样子。好，就大概是。好，请问在场记者朋友还有问题吗？好，东传媒。
部长请教一下啊，刚刚有提到就是关于那个AI 反诈骗的东西，有提到说接下来有可能就是这部分会处理假讯息的投诉的部分，请问一下这个部分现在它会类似像 iWin 的单一窗口吗？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它接下来那个通报我们是部里面自己做呢，还是委外做这一块？那这部分相关通报的流程到底是怎样？那如果以后要处理到所谓的假讯息的时候，会不会有类似这样数位中介法的一些移除讯息的要求？那个我们这个是讲我这块工作非常重要，那我现在特别委托，也实际上也是我从业界找来的这个我们市长，他到将来负责，我是不是请他把他做一些比较细部的回答 ？OK， 其实关于反诈的工作我们主要是要现在其实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反诈工作。但是那个还是有很多的民众在抱怨，我想基本上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民众都生活在网络上面，他们在网络上他可能看到一些疑似诈骗的讯息，或者是在根本就可以看得出来是诈骗的讯息，但是不知道要到哪里去通报，那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就是确认，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内政部有165的那个诈骗的那个通报的网站，可是内政部因为他们是警政单位，所以他们基本上只处理已经是确定是诈骗的然后甚至要有财损，你有财损办法去那边报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诈骗，我们其实还没有开始真正诈骗比如说他仿冒比如说谢金河社长的那个身份事实上这个只是仿冒他身份，并没有还没有任何的金钱的损失但是我们知道他接下来要做诈骗，所以我们就会成立一个那个反诈通报查询网，就是希望以后民众如果看到一个可疑的讯息，可以马上把这个讯息贴到我们这个APP 或者是网页上面然后查询说这个是不是已经有人通报这是一个假讯息然后那个很快的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现在政府处理的速度怎么样，让我们在接到这些讯息以后，我们就会尽速的分派给各个相关单位，比如说如果是仿冒名人的话，我们就直接跟那些名人联络，说这个是不是在是不是你本人，还是说是人家在仿冒你那如果说是一个，比如说交通部的一个假罚单的那些讯息，我们就赶快把这个讯息就转给那个交通部然后就请他们确认说这个是不是那个人家的仿冒这个假的讯息那我们同时也会经由我们的治安院利用一些比较科技的方法我们现在也在使用一些 AI 的方法就是我们主动去搜寻这种可疑的诈骗然后会把这些资料尽量放在我们的那个反诈查询通报网上面，让民众可以很快的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可疑的诈骗，然后也知道说我们政府现在处理到什么程度了以上。那个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就我们打诈有四个阶段嘛，试诈，然后这个我们要赌诈，要赌诈，再要主诈，再就是成诈嘛那其实试诈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诈骗不可能完全断绝，因为现在网络管道，甚至于电话，甚至于面对面，甚至于邮寄都可以是诈骗的讯息，所以诈骗讯息的来源太广，我们不可能去完全把它阻挡，所以只能用所谓的试诈，就是说你先认识什么是可能诈骗。那试诈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这边要去promote，刚讲这个查询网，就是让大家有个方式去了解，去判断你收到讯息是不是诈骗，在一开始就能够帮助你判别那另外一个试诈，我想我在外面再也跟他讲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收到很多诈骗是来自简讯或电话。那各位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尤其是在他们有很多管道去用一些国外的这个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些网络电话等等，然后拨进来，然后等。不过这很多电话会是，比如说我看的话，不是加886就是加就是09多少，
那所以我们会推广什么？就是短码的那个服务，现在已经政府已经推了，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个从去年就推了一个叫短码政府短码的那个服务，就是说，如果是政府的单位要跟各位跟民众沟通，它一定是一开头。那现在慢慢这个扩散到，比如说中华电信，各位有看到说中华电信来的现在的通知都是123什么什么这样的，都是它是一个短码，它不会是09多少的。那再来就是说，现在我知道金管会要推，由银行跟各位跟银行的要跟民众沟通，用的号码会是68多少。那所以就是说，也就是在六位数以下的短码，所以就会希望将来这个如果这全面推广，但包括电商，包括都一样，他们就是要经过核可认证之后，他可以申请到一个短码。这个短码他将来跟他的客户做沟通，就是用这个短码，不会再用09多少等这种奇怪的号码哈。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意思就是说，将来收到这些东西，要你去转钱，要你去填资料，要什么的话，如果看到09的，就要高度怀疑，就是这种短码比较可信。那所以我们会推这种短码，那另外就是短网址，如果你收到的 LINE 的讯息或者是 email， 他有附个网址叫你去点这个网址才能到某个地方填什么资料或交什么钱或干嘛，那个网址也一定是要短网址。什么叫短网址？就是说如果政府出去的，他一定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 gov.tw， 他不会给你加个零，那个不会很怪的很奇怪的数字在上面。那一样每个公司，像那个如果将来是中华电信，就是 ht.com， 他不会有个很奇怪乱七八糟的数字在后面或前面，所以用这种方式让民众判断说我收到讯息这个网址可不可以点啊，或者是说当然这也是对我们这刚讲这个查询网可以有帮助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不确定，你把这东西送到我们查询网，查询网自动会去 scan 这个网址或是电话号码，看有没有可疑啊，类似这样。所以就是说帮助民众识诈，就说你可以收到很多诈骗讯息，可是当我们有工具或是我们有能力去直接判断这个讯息是不是诈骗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骗，重点是不会被骗。就是说，收到诈骗讯息没关系，然后当作是消遣，我在开玩笑，当作是消遣。只要你钱不离开你的口袋，大概都不会有事。所以重点，诈骗犯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是为了钱嘛。如果他在台湾骗不到钱，他久了就不会想来台湾骗了，因为没有效果嘛。所以自然而然他们就会转移阵地到其他地方，或到因为这个诈骗犯是全世界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得好，诈骗犯在台湾就无利可图啊，无利可图，但这个自然的数量就会减少。所以从识诈去处理，可以帮助我们在诈骗的讯息上以后会逐步减少，因为在台湾骗很难骗到钱，应该不是说骗不到钱，是很难骗到钱，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的努力的目标。就在识诈方面，我们用工具，用一些刚讲短码短网址，然后这样的系统，让民众在做接到讯息就知道什么讯息是可信，什么讯息是不可信，或是高度怀疑啊，自然而然就比较不会，在金钱上有些重大的损失啊。那大家这样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慢慢减少我们台湾的诈骗的讯息。大概我的想法这样，让大家参考。请问记者朋友有问题吗？中央社。我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哈，第二个问题我请自然署这边帮忙回答，那第三个我还是请林市长或是
或是自然院，反正这个我先从第一个问题，短码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开始能够推断政府短码已经推了嘛，政府这样就是这个再贵也要负责，因为为 trust， 所以这些钱是但这个因为我们上了工农供应契约以后，这个价钱应该逐步下降了。那再来就是说银行它要推一样，这也是一个 trust 的问题，因为这个是这个基本上这种服务牵涉到钱的啊，民众损失很大的。然后当然这个银行这个短就是一样，这种短码就是他们申请六八多少，后面可能就是他的现在银行的代码，比如说邮局就700六八七百这样，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让民众容易识别啊。那会变成怎样？就是说好，我如果说为了省钱不申请短码，我们没有强迫，但是会变成怎样？变成就是说以后民众慢慢会被教育成零九的就不敢去。变成他跟如果你不申请短码，你跟你的客户沟通就会有问题，因为很多民众不敢相信你送的讯息，所以用这种有一种有点像舆论或者说这个民意的方向，让大家去用一个系统去跟民众交通，建立可信任的所谓讯息系统。当然这个价钱部分，但是有可以有几个地方呢，一个当我们在推的短码的时候，一开始会先从公部门哦，这样所有的公部门都看短码，那当然所有的银行会牵涉到钱的应该用短码，至少从这里先开始。那其他像有一些服务的，像我们知道像55688台湾大车队，他已经在用短码，然后他自己就是用短码，为什么？他一样他想跟他客户用比较可信任的。所以这个短码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看到09多少，就你收到简讯你看上面不会写09多少了，他就选那个短码啊。比如说这样的话啊，当然将来我们要政府的那短码我们自己可以负责他的，而且这是经过电信公司，这个治安是没问题，又提供短码服务的商一定要经过治安的检测，要他有足够的治安的能力，就是说不能被入侵了啊，这个我们会去要求跟强化，然后被入侵他就被重罚，但是基本上治安做好的话，那个短码是可信的，就是说你一定是经过某种讯息跟这个提供短码的公司，可能是电信公司，然后他再把那个换成电话，就是用电话，不是你09电话，你也许是09跟他连，但是他是换成比如说那个短码出去客户啊，这样的话就是大家看到短码就是哦，这个是来自可信任的 source 的来源，那他的我才可能才敢点开了，不然的话我看到以后就到时候也许到明年这个时候变成就是非短码的我就不敢点，就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现在就基本上我想就可能在下一步以后就这样子，就是我现在电话看到09多少大部分都不敢接，因为这个09多少大部分不是有可能诈骗的，所谓自己也接过很多诈骗嘛，那有可能是广告嘛，有可能是要你借钱的嘛，反正各式各样的都不是我，就是说我的朋友都在我的通讯录里面我都知道啊，如果没有看过我就不大敢接，除非我知道有人要打给我，时间够有跟我联络啊，所以慢慢会变成这样子，就是说大家会开始有说信任的这个号码跟信任的这样的一个讯息的一个机制，好，希望慢慢接，这样结果会造成大家都要来申请短码，作为一个合法的公司，那必须跟他客户沟通，为了客户能够信任他这个讯息，那就只好来申请短码，那我们不用强迫了，这个是用市场的机制来驱动这样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是不是请那个都有公布在那个专属的月报，所以您会看到其实数据是跟之前跟上一季是一样的，对，那可是老实说我知道您关心我们从国际侦测到或者国际交换警察真的有变多，所以代表对真的有变多，但是进到我们的 GSN 跟进到我们相对的，因为那个统计数字我都有公布，所以它是稳定没有增加的，就是我国际的情收是有增加的，但是有攻击，我就是真的进到 GSN 里面，还有引起我们的事件的这两个统计我都有公布嘛，哈，其实它是跟之前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趋势是一样的，在台湾观察到是这样。那原因可能是就是我看原因就是我们有做阻挡，就是有也就是说我们的阻挡是有效。可以这样说，就是这样推测。然后另外您讲到 CI 哦，的关键基础设施嘛，它也是现在就是很国际很重视的趋势，那讲一下台湾怎么做。
台湾我们有三个阶段在做这件事，就是有一个情资的通报，也就是说有一假设有攻击，我们就会把这个攻击的样态赶快整理告诉相关的人，所以他们就可以立刻做应变。好，所以情资的这一块。第二块是我们有监控，就是 SOC， 第一个是 SEC 嘛，好，就是 NISEC， 我们会收集国际情资跟国内的情资会交流。然后第二个是 SOC， 就会监控，如果他平常是这样子，忽然来个异常，我们就会怀疑他奇怪，就会进去查。那第三个阶层是应变，是，就是说万一如果真的有任何的入侵，万一好，那就是会联合来应变，比如说立刻阻断，我们就会有看要怎么处理。除此之外，因为这个除了这三个，我们台湾是有做这三个是整体性的。除此之外，我们现在也开始在推 OT 的成熟度，我们会希望说有个范本。那这个我是跟美国有合作，就是走那个全世界的组一致的成熟度的规范。我们在推 OT 成熟度，都希望自我检视，等于像是自我健康检查，或者是自我程度检查，或者模拟考，好，这样的观念，就是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我现在评估之后，我哪里是弱的，哪里得加强。那这也可以让关键基础设施知道他应该投资在什么地方。那最后，其实我们有发现一些事情，就是关键基础设施的用的 OT， 其实有一些厂商都是国际大厂。所以如果我要动这些国际大厂，请他们配合我的资安的要求的话，那势必得跟国际合作。所以这一块其实我们也是跟国际合作，就请，因为以前 OT 它是自己设定成怎么样就怎样嘛，那可是现在为了要防护，我就得把一些资安的规定放进去，那他就得愿意要配合。所以这一块我是透过，当然不可能台湾就自己叫国际大厂就只配合台湾，所以我们是透过国际合作来促成那个 OT 大厂能够配合台湾的，应该说配合资安的政策，因为这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那台湾的资安政策也因此可以进去，比如说可以把密码的强度加强，然后可以规定它，比如说它的那个要做防毒的监控，或者是要做那个一般的入侵侦测这样子。以上。关于那个就是利用先进科技在侦测诈骗还有阻断诈骗这方面的研究，我们现在是委由资安院这边来进行，所以请资安院的副院长说明。谢谢。好，谢谢哦。那事实上，资安院是接受我们数位产业署李署长的委托了哦。我想李署长对于那个打诈不遗余力了哦。所以有很多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做这样的一个打诈的工作。那目前专院在数位产业署的指导之下，我们是在做所谓的诈骗的这个型，还有很多的太阳的一个分析了。所以目前我们的技术的同仁啊，每天就在几个主要的像那个 Meta 这样的一个广告的平台哈。去做这样的中整分析，然后经由自动化然后再经由我们同仁的一个分析那慢慢的我们也在用这个 AI 的技术，因为现在量非常大所以根据我们目前的作业能量啊，大概每一天呢我们专院这边可以产生，因为可能那个这个根据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间了可能都有8000笔以上这样的资料。那这资料就回到我们这个数位产业署，它后面有一个机制了来提供相关单位来使用。所以目前是这样的一个阶段。那随着这个资料量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刚刚部长讲嘛要用 AI， 尤其是生成式 AI 越来越成熟，那这样的话可以提升我们在整个分析诈骗太阳的这个效率。那会改变的所以目前我们大概这样。那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进一步也跟自然讲，我们再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的研发再跟报告。那总之我就是接受那个理事长的指挥监督，然后他那边有好几个计划，除了我们
自然院以外，包括其他几个法人，我们的共同来努力用科技的方式来协助我们政府相关执法单位还有打诈的工作。以上补充。那个再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在讲这个打诈工作，刚才是我们助产署，尤其是吕署长这边过去也进了，就说带了团队做了很多事情。那其中有个技术叫银码的系统技术，针对电商，这个也可以请那个吕署长再补充。谢谢范伟补充的机会啊，就是刚其实市民有在问说，这个其实是不是短三码的啊五码的？那电商因为它是像现在端午节嘛，送中可能有些物流要去运送，所以它要有一个物流是打给你要送的这个，比如说你要送给姐姐啊或哥哥啊寄过去。所以这个银码技术其实过去我们准备了一阵子，然后去导入。那一开始当然像台科大的某某这些导入了，现在远传的远实也导入，所以我们现在到上个月有五家主要的业者啊都导入这样的一个银码技术。那另外有两家，因为这个都要做场域的验证啊，所以呢，另外两家业者是在里面做导入。我们是鼓励电商业者，那少掉物流这一层的部分，他可能有一些个资可能有外泄的风险，那希望他们通过物流的这个银码技术能够来去做推动啊，他就像不像刚刚111的部分，可能是政府机关去通知您，可能在这个一些费用需要缴纳等等啊，那这个两个功能是不同的。以上补充，谢谢。好，我们现在媒体交流时间已经35分钟了，我们最后开放两个问题，好，那就是自由之后是 Digitime。部长你好，我是自由时报子丁。我想问关于那个大家都很关心的 TikTok 的问题，就前几天你有提到说，就如果 TikTok 在美国就是分拆成功的话，那台湾就是直接连上美国版 TikTok。那我想确认这个的意思是说，就是以后可能 TikTok 就是海外版的会分成美国版跟新加坡版，然后台湾就连上美国版，这个意思吗？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因为现在 TikTok 有上诉嘛，那如果他上诉成功，就是美国他在美国不用分拆的话，那台湾怎么办？谢谢。那个。我刚才讲就是说 TikTok 我们当然就是说打造通过我们自己，当然也会希望它在台湾落地的，这是我们就是说第一个工作，当然是说台湾，因为它台湾落地我们就可以去罚它，就假新闻嘛，那假新闻如果确定是假新闻，它要下架，马上就要配合我们下架，不下架我们就罚它。当然这个它如果不在台湾落地，我们就看它会不会在美国落地。那在美国落地的意思，其实刚才讲说如果它在美国落地，那我们所谓连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在美国落地，当然就会有美国的类似，它名字是不是叫 TikTok 不晓得，但是它会有个美国的 TikTok 类似这样的公司，那它就会在有几个东西会出现，比如它在 Google 的那个 Store 就会有一个 APP 是美国的 APP， 那个 APP 一看你一 download 一用，你是连到自然而然是连到美国的 APP， 你不会连到新加坡或是中国的 APP 啊。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假设你是用网页做的话，那网页做其实我们就在我们的这边，我们有这个 EWNIC， 就是可以控制那个 DNS 就是 Domain Name Server 的流向，就是那个 Mapping IP 的时候，你在 Map IP 的时候，你一样是 Map 到美国的 IP， 所以自然而然就是一般民众你打 TikTok.com， 你会连到自动先连上去的是美国 IP， 那你除非说你特别去打个 DNS 机去连新加坡，不过大部分的人不会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没有必要，因为你如果只要看，而且美国版是这样子的，就是美国在媒体，其实美国我们在讲美国是个自由国家，可是它在这种所谓的这个于在新闻的这个所谓的自我约束的这个道德方面，我是觉得他们可以值得我们参考。所以很多东西刚讲说什么这个儿少的这种不良的讯息啊，或是这种犯罪的，比如说上次有那个就是那种关影音是牵涉到这种东西，其实、啊、他们会有很多舆论的力量去把东西下架，所以他们自己内部会有个管控。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所以美国对这东西很注意，对儿少。对这种东西他们很注意，所以其实他们有很多方法去让这些东西内容下架。所以我觉得就算假设说那个就算是他没有，不管他在美国有没有下架，我相信他在TikTok 的管理上他会有更严格的管理，如果他不下架他一定会采取 action， 那这个 action 就是我们要去 watch， 那我们当然就 follow 美国的动作。那我们今天媒体查询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留给 Digitime。我是 Digitime 的记者陈学，那我想问说，这个举办平板广台的派之后的会
该资源，对不对？记得这是不断断掉的。五区方面装潢的部分，我们在前瞻计划的执行，大概现在都非常顺利。我们找了13个工协会，那大概有33个案子在做进行有政府补助的部分。那除了有政府补助之外呢，其他的厂商也有一些从实验网跑进来，或者是他觉得更有应用，对他来讲，其实在五区的大平方经验网连接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应该这个前瞻计划到今年的12月截止嘛，所以目前这样先说这个前置的一个导入嘛，那我们大概都由市长会主持在几个评估的核放的部分，那这个就跟我们部内的资源师刘市长那边去做协作，那 NGC 的委员也会来市长的会议来去做这个参与共同讨论，看他跟这个公网的这些连接都有一些规定是没办法，就是要符合电信网的规范。那你的问题是说会不会有这个在未来的一些经费的支持啊？那因为现在内阁才刚上任一个礼拜嘛，所以我们也这个也先部长做报告，那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们去争取。但是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大概总体的计划，我看到国安会昨天去商总的活动也提到说，这3个月会重新做一些盘点嘛，哈。那这个过去前三应该都要有一些条例才能去做编预算。所以目前是我们会努力再去做争取，那其实有这些前置作业的导入，那以及这些补助计划在不同的一个应用的场域，有的是展演的场域，有的是在智慧工厂的场域，或者是一些其他高雄这个流行音乐中心等等这些啊，其实已经有一些 demo 的一个benchmark。那这个工协会的一些示范应用，就短期内如果没有一些额外的补助，其实我们这个有些厂商也都自动来做申请嘛，因为他觉得他有这个需求。那就像在座各位手上的这个手机已经有很多5G时，这时候应用可能还要需要更多的开发。那你可以看到国际的一些发展，那我想这个鼓励产业的发展，大概数位产业署一定是会努力去做推动。那个，时间差不多了嘛，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媒体茶叙到这边结束，感谢每一位记者朋友的参与，谢谢大家。